我不知道这边的房租一个月是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边的房租非常的贵，一个月差不多要15万。对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不是也要搬家了吗？当然绝对不会这么贵。哎，你看着看着，完全以房客的能力来判断。因为我是上来半工半读的，那赚的钱不多啊，但是希望能够越少越好。啊，那好，这样好了，850块钱一个月。谢谢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您这边的环境呢？我们这边的环境非常的污秽、肮脏、龌龊、乱七八糟，根本没有办法住人。